加拿大中国妇女互助协会协会宗旨，促进加华女性团结互助，自强自立，更好地融入加拿大社会。围绕着这个宗旨，我们努力把协会打造成一个华人女性交流信息、互帮互爱的平台。我们是社区服务型组织，我们希望妇女协会的工作能给您和您的家人在加拿大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也使我们华人移民能够健康、幸福、快乐地生活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国度。也请大家浏览我们的网站 ccwaa2020.com， 还有我们的同名 YouTube 频道 ccwaa。接下来把西米再练一下，来，之前没怎么太练西米，但是最后一节课了，把西米大家都练一下，因为怕大家忘掉了。西米是肚皮舞当中最常、最最最常见的一个动作。来，我们再把西米再重复温故一下。西米是你腿部的前后摆动，带动你的肚皮的颤动。对，所以你是用你的腿来发力，发力点在你的腿上，然后整个你腿部往上，所有的身体的部分都放松，肚皮放松，胯放松，臀大肌放松，整个你胯骨往上的一切都放松，这样你的虚拟才能会抖起来。对，来一起啊，从慢拍开始，来，五六七，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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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五六，加快一拍，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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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六七，加快，抖起来，一二一二一二，对，放松，上半身放松，一二一二，对，你的两条腿如果抖得不均匀，脚跟抬起来，落下，接下来一二一二，重新再来，抖起来，对，非常好，今天把腰链带上了，对，这样能看得特别明显，非常好。对，对，来，我们稍微练一下这个啊，慢拍开始啊，走，一，一二，一二，继续，五六七，走起来。放松，踮脚落下，保持呼吸，慢拍，一二一二一二，走起来，踮脚跟。坐下，一二一二，五六七，走起来，五六七，放松放松你的大腿，放松腿上的肌肉。对，这个动作呀，大家可以没事的时候在家就可以练。它经常会，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如果大家刚开始不太习惯西米的时候，刚开始抖着抖着，大家的腿肯定会，不均匀，可能一条腿抖得多，另外一条腿跟不上，特别正常。对，特别正常，慢慢来练。这个西米练着练着。不经意的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哎，我抖起来了。对，而且这个动作它会特别减掉、甩掉你整个这一圈的脂肪。对，记得那会儿在国内的时候，有那种仪器，你站在上面一按钮，然后你整个身体就跟着抖，那个就不如你的虚米。为什么？因为你的虚米是你自己在主动的肌肉主动的去发力，让你的身体、你的肌肉这抖起来。所以它的效果会比那个你站在机器上的还好，所以每天在家里可以抖5分钟，或者是10分钟，你可以看书、看电视的时候，不要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抖，刷牙的时候也可以抖，做饭的时候也可以抖。对，这个动作特别，对你整个腰腹这一块儿甩掉脂肪特别有帮助。对，西米要回家练，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练胯了。胯的动作，我们之前几节课一直在讲这个胯，一、二、一、二，这个就不多说了，我们对，直接来练啊，来，小腹收起来，基本站姿，胸要提起来，肩膀向后落下去，手臂打开，两脚与肩同宽打开，五、六，先往这边走，一。手打开，一二三，一二三，
错啊，加上了一个手臂，大家就不要乱。当你的胯做得很灵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注意力不放在胯上，放在你的手臂上。手臂的要点是哪一侧的胯在动，你的手臂就打，你的手臂就不要挡到它。对，哪一侧的胯在动，尽量让你的眼神能看到你的胯，所以你的手臂不会挡到你的胯，这个是要点。还有一个，这个手臂啊，跟我们之前的这个基本上是一样的。看，如果你动的是这边的胯，这边的手臂就环抱起来，一样的，动哪边的胯，哪边的手臂就抱起来，这样会不会挡到你的胯？打开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先从做右胯开始，如果我把手臂打开的话，就是往右看，对，你的右手在前，左手在上。往左边的时候，左手在前，右手在上，这样就不会顺拐。环抱起来是一样的，如果我是右边的胯，那我是右边的手抱起来，左边的手在上，站在你的耳后，然后换过来一样，左边右手在耳后，左手抱起来，换一，换二，换三，四，五，六，七，八，可以吗？来，我喊拍子啊，两个，一个是一，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换，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试一下啊，我喊拍子，开始前面四个八拍是手臂在上。后面四个八拍是手臂环抱，胯是一样的，三个顶胯在一侧，三个顶一侧三个，一侧三个。来，准备，先从这侧开始啊，来，五六，手臂先架起来，对，五六七，走，一二三，换，二二三，换，三二三，换，四二三，换，抱起来，一二三，换，二二三，换，三二三，换，四二三，非常好，再来一次，手臂打开开始，五六七，走，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抱起来，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非常好啊，自己来一次，手臂打开开始，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手臂打开，四二三，环抱起来，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对，非常好，非常好，眼神都加上了，特别好，不错，非常好。好，这个是我们的胯，对，然后之前我们还讲了一个肩膀，对，试一下这个肩膀，这个肩膀比较难，因为大家不经常用到肩部的动作，所以大家的肩不会特别的灵活。但是呢，这个动作又非常重要，因为好多大家经常坐在那里，或者是经常坐着办公的同学，你的肩膀会经常酸疼，所以尤其是脖颈、颈椎和肩椎整个这一块都会非常紧，所以这个动作会非常缓解大家整个肩周和颈椎这块的肌肉。经常动一动，对，让你的肌肉多放松一下，对，坐半小时站起来或者是坐在那里都可以，把你的肩膀灵活的动一动，对对，来，我们试一下啊，先从单侧开始，这个肩膀我再重新再讲一下，肩膀动的时候你的手臂是放松的，
所以对，所以如果我现在拉着你前面这个手指尖，你的手不会给我任何的力量，而只是肩膀在动。看肩膀的前上后下，前上后下，连起来，前上后下，前上后下。对，这个时候我如果拉着你的手，你是不会有任何的，对，不会加上任何的力度的。对，非常好。然后另外一侧，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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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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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后两边交替，右边，左边，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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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臂打开，一二一二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对，非常好。而且这个动作做得起来啊，慢一点做，慢一点做吧，把你整个肩膀的肌肉控制住，不要太快了，慢一点做，它是一个非常柔美的一个线性动作。对，然后要保证你的肩膀，看大家做的时候，往后的这一拍做的都很明显，但是往前不够，所以你肩膀的这个圆儿要整个四个方向一样的幅度才好看，前上后下整个这个圆儿是一样的幅度才会好看。对，否则你是半个圆儿一直在往后。对，要有前，对对，哎对，右边还是比左边好。对，两边是一样的，有的时候胯也是一样的，好多人都是右胯会比左胯好，肩膀也是一样，这是很正常。对，多练。对，前上后下，前上后下，慢慢来。对，做慢拍，一二一二一二一，对，然后手臂放松，手臂放松，手臂放松，然后被肩膀带起来，给人的感觉是你很享受，对，不是很费劲，所以让人看起来你是很轻松的在做这个动作，而不是很费力气，不用费力气，但是你要控制住你的啊肌肉，肩膀的肌肉，所以看起来很轻松，但其实是你在控制住你的肌肉。还要保持微笑，让人觉得你很轻松的在做这个动作。对，来，我们跟音乐试一下这个键啊。还是把小腹收起来，胸腰提起来，手臂打开，单侧。慢点做，慢，把你的幅度做大。顶起来，好，往下，起身，再来，一、二、三、四，起来。起来，一、二、
先最后一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不错啊，非常好，累了哈。这是一个复合的动作，就是你加上腿部的动作，一个下蹲的动作。这个动作的要点就是蹲下去的时候把你的大腿肌肉绷紧，蹲下去一脚在前一脚在后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这样一脚在前一脚在后是我们跟我们做胯的基本站姿是一样的。前面的这只脚打出去有一脚半的距离，在你后面这只脚的一脚半的距离点地，然后往下蹲的时候你依然是有一条是主力腿，后面这条腿是你的主力腿，往下蹲的时候是把你的身体的重力放在你的后面条腿上，所以你前面这条腿其实是完全放松的蹲下去。然后还有一个要点是你的背要打直，不能这样下去，这样下去，对，整个蹲在你的后面的主力腿上，然后前面条腿的脚尖点地，然后做你的肩的动作，二三四，然后起来，一二三四，这个时候你的重心依然在你的后面条主力腿上，等于说你这一组的动作重心都在你的主力腿上，后面条腿很累。下去，一二三四，起来，一二三四，来喊拍子试一下啊。对，哪条腿是主力腿没关系，你可以换着来，你可以换着来，反正一条腿在后，后面的那条腿就是主力腿，一条腿在后，一条腿在前，前面的这只脚脚尖点地，还有一个把你的膝盖收起来，腿中间不要有缝隙，收起来，然后脚尖点地，来往下，五六七走下去，一二三四，起身，一二三四，下去，一二三四，起来，一二三四，下去，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不错，非常好啊。对对，就一定要注意的是往下去的时候你的胸腰一定直的，往下走的时候，往下去的时候，一二三四，起来，一二三四，下去，一二三四，起来，一二三四，你的胸腰一直是直起来的，没有，对，不要塌下去。再来，五六七走下去，一二三四，起身，二二三四，肩膀慢一点，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下去，一二三四，起来，二二三，对，非常好，对，这是一个复合动作，会比较难，那没关系，大家慢慢找那个感觉就有了，好吧，好。然后就是我们家的步伐，往前走，一二打开，往后二手打开，往前，一二手打开，往后，一二手打开，一二打开，二二打开，这个都不难，这个比较简单是吧？对，我喊拍子啊，来，五六七走，一二打开，二二打开，对，刚才对，接下去就是这个肩的动作，对，不错啊。之前的这些动作基本上回顾了一下，就让大家加深印象，之后课程结束之后大家可以在家里没事可以自己跳一跳。最后一个动作就是今天要讲的啊，它是很简单的一个步伐上的动作，但是会有一个手臂复合动作。步伐先看脚，先看脚，它是一个踮脚加步伐的一个动作，中国里面叫蒲腾步，有点像那个蒲腾一样，一二一二，看我的脚啊，开始先出右脚，右脚在前，一二，左脚在后，
右脚在前，左脚在后。再来一次，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走，一、二、三。再来一次，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反过来，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左、右、左。右，左，右，再来往右，一二三，二二三，右边两个，左边两个，来，五六七，走，一，二，三，二，二，三，换，右，左，右，换，左，右，左，换，右，左，右，换，左，右，左。可以吗？我是不是太远了？来，手臂打开，五六七，走，一二三，换左右左，换右左右，换左右左，加快，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二二三。全程你的脚跟是踮起来的，然后注意的是你要把你的腿绷紧，你的大腿绷紧，这样的话你整个人是提起来的感觉，整个人提起来之后你整个跳出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把你的大腿绷紧，然后脚跟踮起来，五六七，走，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二二三。然后看手，往右走的时候，你的手往右走的时候，你的手跟着往右摆，往左的时候往左，这个很简单，对，就是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二二三，对，二三，对，二二三，对。看手的幅度是在你的胸前，不要太低也不要太高，对，就在你的胸前，二三，二二三，一二三，二二三，对，然后试一下啊，加上脚，来，我们先往右走，五六七，走，一二三，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可以吗？喊拍子啊！来，准备，先往右边走。对，来，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二二三。对，看手臂。看你的手臂啊，手臂的轨迹是在你的胸前推过去回来，对，推过去回来，对，不要太远了，不要太远了，只在你的对，你的范围只在这里，一二三回来，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二二三，对对，不要太远了，不要太高了，来，再来一次，五六七，走，一二三，二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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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非常好，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这个动作其他舞里面也会经常遇到，但是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的腿，这个动作的腿非常重要，就是脚跟要踮起来，然后你的双腿要绷直，而且你的缝隙不要太大，对，缝隙不要太大，步伐除非你的舞台非常大，你需要特别远的走得特别远，这个时候你可以步伐大一点，但如果是只是你自己的舞台不是很大，你的腿一定不要分开有太大的距离，
回家练的时候呀，可以找一本书，夹在你的腿中间，然后把你的脚跟踮起来，练着这样走，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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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然后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二、二、三，让你的书不会掉下去。对，然后脚跟依然踮起来，试着往前走，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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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再回来。对，加一本书，不要让它掉下去，然后在家可以练。对，可以练。对，可以先从稍微厚一点的书开始。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做芭蕾基训的时候，我小的时候老师也是这样教的，就是让你加一本书，然后你就满场走，谁也不许掉下去，书掉了你要重新再走。所以它是很管用的一个方法，能保证你的两条腿夹得非常紧，然后保证你的肌肉会绷得很紧，否则的话你的书是夹不住的。所以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脚跟要踮起来，这样的话同时会促使你把整个你的身姿会挺起来。如果你的脚跟踮起来的时候，基本上你的站姿是往上提起来的，所以你就自然而然的把你的胸腰提起来了，自然而然的把你的小腹收起来了。所以没事在家的时候也可以练提脚跟落下，起落下，起落下。对，把你的脚啊可以一前一后，也可以合起来，都可以。重点是你的两条腿要夹紧，中间不会有缝隙，然后把脚跟踮起来，一落，起落，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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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住，提，停住，落，一二，一二，对，提，落，提，落，提，落，对，这个动作，对，这个动作也比较累，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做的时候要点就是提起来的时候把你整个大腿臀大肌整个这个肌肉收紧提起来。对，你会感觉到整个大腿的肌肉，整个你臀大肌的肌肉都绷得很紧，就对了，就达到效果了，就不会站不稳了。对，收紧，对，然后落，稍微停停两秒钟，起，一二落下，起二落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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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落下。对，没事可以，对，没事可以大家练50个，然后虚拟练5分钟。对，然后肩膀每隔半个小时练一练，对，就会有效果。对，来，这个动作我们是一二三往右，二二三往左，第三拍的时候是你面向你的右边，一二三，同样的动作，二二三，然后面向你的后边，一二三，二二三，然后再向侧面，一二三，二二三，整个是4个方向，先是往前，往右，往后，往左，然后整个再重复一遍。对，对，脚上的动作都是一样的，右左右。左右左换右左右左右左换右左右左右左换右左右左右左是一样的。对，脚上的动作是一样的。来，我们一起来一次啊，来，先从右边开始，来，准备，5、6、7，走，一二三，左右左右边，一二三，二二三，后边，一二三，二二
三，换一，二，三，二，二，三，重复前面，二，三，二，二，三，换一，二，三，二，二，三，换一，二，三，二，二，三，换一，二，三，二，二，三。地方不够大是吧？可以，挺好的啊，就主要是四个方向就对了。对，然后我再把前面的动作再从头捋一下，这样的话整个我们会把整个的舞蹈顺下来。开始的时候是你的胯，一二三啊，是两个一侧两个顶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是加手环抱，对，单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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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重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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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往前走，左右左手臂打开，然后是往下蹲，做两个肩膀，一二三四，然后是往后撤左脚，一二三四，一样的肩膀，一二三四，然后重复的左脚往前，一二，手臂打开，肩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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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一二三四，下去起来，然后做我们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再重复一遍，整个是绕了两圈，然后马上接下来是重复了所有的动作，就是从胯开始，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个一个，可以吧？很简单，我们试一下，跟音乐试一下，大家就找到感觉了。来，我们准备啊。是不是很简单？出汗了，挺简单的一支舞，对，但是里面基本功还是有点多，对，不是特别特别零基础，
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对，但是我觉得对，但我觉得跳的很好，对，很不错。来，我正面，我们一起啊，这样的话能看到。就是这支舞就结束了。老师，就是那个你换的那个方向我就不知道了，就是这个往这边去，往这边去，然后我就糊涂了。对，我发现了，对，我还是背过去的好一些，是吧？嗯，不是，就是那个四个方向，那后边那两个就不会了。后面那两个顺着走，都是往你的右手边走。就是边往这边。对。一直往你的右手边走，往左，往这边，然后呢？然后还是接着往你右手，就变到你的后边了，一二三，二二三。啊。对，然后再接着往你的右边走，就变成了。这个就往左边走，就转过来了。对。对。好吧。所以就一直是往你的右手转，一直往前面做完了，往右手转。啊。往后转，对，所以一直是你右边肩膀。一直是右边的肩膀就对了啊啊，知道了。对，我们终于有一个美女又打开了视频。那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朋友，真的。哎，对呀，刚来呀，我刚上来，刚上来啊，行，真不容易。我们最后一节课看见真的人了。好，来，再来一遍。来，我背过去，然后我们再来一次啊。准备。